我是不是刮了胡子就变胖了？你看我的脸，看我身上，我好虚啊！我感觉干同样的活，人家没事，我都大汗淋漓了，我好虚啊。然后你看，这个地方是我们的，啊嘞，你看，睡袋，还有厕所。你看，我们还有个新玩具，还有个厕所。啊，等一会儿我带你们去看一下那楼上我发现了什么神奇物件。我居然还搬了一个，今天早上起来是搬那个婴儿的用品，然后我居然还发现了奶糖。嗯，我早上起来一直干活嘛，现在是在这个地方休息间喝点水。嗯，我下午过一会儿再去银行吧，现在挺忙的，上午工作挺多的。吃个饭，小朋友还得给我登记。嗯哼，小妞。今天中午的是土豆汤泡面包块，还有传统的那种腌肥肉。这个能吃，这个勉强也能吃。哎，仔细体会一下我的那个话语中的意思哈，仔细体会一下，我一定会收成一道闪电的。哎，这是一块生的腌肥肉，面包加一切。哎，这应接链子呢？还在服务室呢。啊，是的。打干净是呢。也哈拉小嘎巴里巴鲁斯基。那也得了个胃瘤。迎接烈士呢，也得。神奇不神奇？人家还捐了台洗衣机，牛逼不？三星的。哎，三星的。然后这里面全都是睡袋哈，给大家看一下有多少睡袋，怎么着也得，你看这一大坨得多少个，上千个吧，上千个，一想还是挺少的，全都是睡袋。嗯，这些全都是睡袋。然后我们现在搬好了以后是上午嘛，等下午中午吃完饭，下午来人就把这些东西都带走。唉，最让我感到惊讶的是我们还多了一个厕所。这个厕所的话当然不是给我们用的呀，是也不知道是谁捐了个厕所。哇天哪，真的是很神奇。哎，还有哎，我想吐槽的是什么，那个之前的时候这儿还捐了一堆的那种就和这个现在差不多一样体积的女性内裤。哇的妈耶，为什么就不捐男性的呢？这是性别歧视啊，我们男性也是需要的嘛。剩下的地方就不给你们看了。哎呀我的天哪，这早上起来这里好热呀，而且我也不知道他把这个垫放上面是干什么，谁往上睡，是不是傻，我的天。昨天晚上这二了吧唧的，就男孩子一多了他们总是犯二，脑子就不好使。然后晚上我们还拿这个东西打架。一个就和骑士似的，那个拿这个东西打架。哎我的天。然后昨天晚上从这个地方我们是一共七个人，然后剩下那几个小孩有现在下去唱歌的了，然后还有几个是去人家家里面洗澡去了。这是现在早上起来几点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刚睡醒。给你们看一下我们猪窝，我们志愿者的猪窝，男性志愿者的猪窝哈，女性志愿者肯定特别整齐。然后你们知道这顶上是怎么人睡吗？哎呀好蠢啊，好白痴啊。然后这是我们的武器，我们晚上的时候得拿这个东西打一架，不打睡不着觉。嗯，这是我们的兵器，来给你们看一下我们的兵器啊，还有残余的。我们就指这个东西玩了晚上的时候。
我们的电暖气。啊，行了，这差不多了。我们的猪窝就向你们展示清楚了哈。OK，那我们出发干活去喽。这是穿了一段时间的鞋垫，你看左右，有时候我右脚用力比较大，左脚腿伤还不太严重。唉，看我的脚丫子，看我的鞋垫，哎，这都，你看都透。给你们看看我怎么玩弄 bullet。